荔枝王，是叫这名吧？不知道他为啥是王，估计是大。嗯。哎呦我去，壳子都这么硬，是挺大呀。儿子咬一口吗？嗯、咬一口。好。哎呀，甜吗？甜。太甜了吧？好吃。嗯，这盒。巨无霸了，再来一个啊！谢谢。谢谢。汁儿挺多呀。嗯。我再看一看。哎呀，地妈他妈胳膊上了。咋样啊？好吃的，还挺好吧？那杨梅，我会吃完它，不甜。我吃完这个咋不甜了呢？妈，这杨梅挺香啊。嗯，都是杨梅的香气。但是，嗯。